山水 T26 是款外观时尚和居家共存，蓝牙和时钟闹铃共有的便携式蓝牙音箱。它有蓝牙 4.2 智能兼容，连接成功，可随时连接手机、平板、电脑等数码设备。TF 卡槽等多种连入设备接口，即插即用。外音模式，左右双喇叭配置，5瓦×2大功率，传播范围达160平方米，配上低音振膜，声音浑厚无杂音。双闹钟功能，除了可以内置多种闹钟铃声外，还可以设置 TF 卡的歌曲、FM 电台里收听的电台作为闹钟铃声。好的，下班见。一款时尚和颜值具备的音箱。